这洋书局是2009年啊，最开始创办在前门大栅栏廊坊二条。2014年的时候，我们搬到这个西四万松老人塔的脚下，是北京唯一一家专营北京历史文献的特色书店。用咱北京的大白话来说，就是专门伺候这些关注热爱北京历史文化的读者朋友。我就是正阳书局的掌柜的崔勇。我们家到我这一辈儿呢，是七代人住在前门大栅栏胡同里头，这是我们家老宅子。地根上说呀，我是正经八百胡同里长大的北京孩子。这地图好，我就买这个。对，这地图，这里边尺幅最大的。我叫唐一红，来自土库曼斯坦。这书店的环境特别好，让人放松。我叫尼克，来自肯尼亚。我想在这个书店里学习更多的北京文化。尼克，唐一红啊，咱们这个正阳书局的这书架上书啊，和一般的这个书店还不一样。首先一个特点，这些都是跟北京的历史文化相关的，书的来源非常复杂。我记得王世襄老爷子有这么一句话，就是四个字儿：人舍我取。我们以往固有的印象，认为正阳书局这个经营的选题啊，北京历史文化是一个极其小众的选题。实际上，我们的读者人群啊，不分这个年龄、性别、地域，甚至学历，啊，是上到99，下到光会走，啊，山南海北五湖四海，哪儿的人都有。东江米巷，您知道这现在叫什么吗？东郊民巷。哦，哎，很多人慕名而来，来这儿找书，啊，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读者呀，啊，就是来这儿聊天的，啊，聊叙旧的，他把这儿当茶馆了。你瞧瞧这门帘，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日长，这就是咱北京的门风家训啊。这大门，而且这披麻挂灰，特别的完整，啊，这咱这塔，万松老人塔，元代的建筑，咱北京城里头唯一一座密檐式砖塔。我们这种环境啊，激发了很多人的创作欲望。久而久之呢，我们的很多读者啊，成了我们的作者。比如说，我们这四月份马上出版那本书《刻在大门上的家风》，这个沙立功老爷子啊，就是我们正阳书局的老主顾。最近啊，这个Xicheng修了很多这个胡同四合院的大门，对啊，其中很大一部分啊，这个书里边咱们都收录了，都可以参考。经营这样一家书店，实现了我作为一个北京人传承守护北京历史文化的初心。实际上有这样情怀的不仅是我们这些老北京人，这样一个有历史纵深感的文化空间是很多人共同的精神家园。